们就来打他吧。这个正要女武神打会比较好打。那我没有女武神，女神就拉倒吧。要先援军引得出来吗？好像引不出来吧。看一下哦，引不出来，我们就直接下全部的部队。然后炸弹就不放，皮卡。然后我有女武神，下防爆。我在想跳跳要把它放在对面，就放好，放在对面，放在对角室。会。哦，炸弹被炸光了。噗噗！哇，只打得了两个库而已，有点糟糕。啊，打两个库也 OK 啊，反正我这个部队也不能干什么，啊，把外面补一补吧。个70%破坏率，多拿一点奖励。哎呦，被射掉了！别射啊，不要啊！好像是只能清这三个了，这样应该会70%吧？67%。68%。哇，70%刚好，奖励拿满满。好啊，这个还不错啦，还行还行，跟刚才那个差了10万呐、啊，就差10万，不是双10万，还可以还可以，我们就加坚强一下。那炸弹引援军，没有援军，哦有二级龙，拉出来呀，这就回到以前的部落战啦，二级龙，这个大概是八个月前才看到的二级龙。蓝光箭手的吧，哦，工棚破坏者，叫我工棚破坏者。嗯，放这好了。下个狂暴，然后进来里面会有大炸弹啊，要下补习。大概就在这里吧，电塔旁边。哦，踩到了，蹦，还有一颗，七本两颗嘛，对，七本是两颗，那另外一颗包放到哪里了？哇，我女神、欸。应该是蚁人给我的，这么好。哇，这还蛮肥的，还可以啦。在第一杯有时候就遇到这种死鱼啊，小确幸。哇，可他最后一个是采集血，这不得不把杀啊！那补血哦，快浪费两万水，傻眼。浪费一万法术，兴奋性哦，他有黑水哎，他有黑水哎，我愿意为了这个黑水，我真的愿意为了这个黑水扣个20奖杯，我真的愿意，我真的很愿意做这种事情。噗噗噗，我真的非常愿意为了这个黑水去扣掉我仅存的二十点奖杯，非常的乐意，谢谢你，现在非常谢谢你，给你奖杯 ，OK 的，OK 的。那
你以为我会这么简单就给你奖杯吗？哼，没有那么简单的、啊，跟你拼了！然后他主本放在这么外面哦，就是要让我打爆他。等下我就专就挑他的主本打了，不管了，就挑他主本打。冲吧冲吧冲吧！还有一个矿工哎，还有一个石头，对吧？把主本打掉吧，各位。打主本啊！不要去打九桃，打主本，打主本，主本我的皮卡，哦，打主本了，非常的棒，非常的棒，爆黑水又打主，哇、哦，这个好赚，好赚，好赚，我们来清个边，清个边，清边要小心一点，能清多少就清多少。哎呦，他想拿气球炸我的苍蝇，不听话，这么的不听话。哎，不能这样子啊，另外一边就没射我。哎，又把我的公主炸掉。好，这放两个好了，这里也放两个。好，应该是可以打到33、34、35、36、36把破坏率。这不知道这个阵型是要这个干什么？他也不守黑，就是很守杯吧？他就是部落战阵型哦，就是守一颗星，嗯，也是不错啦。谢谢他，谢谢他，把我部队全部花掉了，赚了4300多黑，嗯，还不错，只是我的水亏大了。我好像打不进去欸，我好像打不进去，我认真的，我应该打，可以试试看吗？我觉得我好像打不进去，这个觉得好像不太行欸，试试看哦，试试看，下格下在现在哪边好呢？现在哪边好呢？这边好了，哎呦，欧法师啊，老师每次把我法师给炸掉，这真的很没品，又不是我在讲。跟你讲，我下一罐狂暴去给我炸弹，就让他冲进去，我就是要把这个阵给炸开，你知道？嘣，是不是？哎呦，还有援军呢、欸！哇，是啊是啊，还有援军哦，还有援军，还有援军啊，还有援军哦，哦，还有援军哦。完蛋咯，他有援军呢、欸！完蛋，完蛋了，真的完蛋了！他有援军，这样不行啊！不要啊！可以下皮卡，虽然只有可怜的两只皮卡，但应该是足够的，应该是非常足够。我们来下个怒下狂暴。我要下跳，要不行，下跳跳，苍蝇哦！皮卡加油啊！不要挂了，皮卡。好啦，再变胖子。然后主本打掉，主本打掉了，皮卡挂了。那两个电塔电皮卡还是非常的痛，多打一点东西啊，打黑水啊！完了完了，真的完了，撑不住。总共就打200多黑啊，这200多黑，很哭、哦，这200多的黑，场就是单场一般场。
然后这还不错，然后我打这个了不管的，中途玩一两场，然后就去网咖跟朋友玩一下，后来直到前三个礼拜吧，前两个礼拜啦，就再回来玩，就发现妈的，这都怎么这么难玩？好，我们先来一个引援军，好，他没有援军，非常的棒，没有援军，非常的好。好，那我们来想想要从哪边打。好，从这里好了，没有女王的地方。按错了，法师啊！炸掉了，被炸掉了！女武神啊，拖久一点吧，把女王干掉，很棒，很棒，很棒，非常的棒。很不错，多抢一点，多抢一点，多打一点东西。都给你，炸弹点也送你，都送了。我就是想打这种的、啊，怎么样？我就是收到不想再收了，受不了。你信不信？我等下结束的时候，我部队都好了。怎么打还这么少、啊？怎么还有130,000还没打到啊？不要啊！没有130,000，还有两个库哦。Q Q， 死掉！怎么那么穷啊？叭叭叭，很多人都取这种 ID 啊，然后就说，剑圣呢，就靠腰，怎么打咯，他妈打了一半叫人家名字啊，吓死谁啊，吓死我了，原来是，就这样被认出来，都没什么人看啊，这样还被认出来，就好厉害。好，我们打这个还不错，你看他部落城堡在这么里面，我一只猪就可以看一下他们援军。就交给我这只小猪猪了，没有援军，非常棒，没有援军。这种阵有女王的话，我一定可以把它打光啦。但是，要怎么打？我想，我这个烂部队哦，如果要打黑水的话，下面就打不到。但我要从下面打的话，又等于送死哦，因为这种阵就是骗人阵。其实我决定了，我要从旁边打，我要从旁边打进去。旁边打就这样，哦，我没有法术哎、欸，我没有法术哎、欸，我会疯了，我竟然没有法术，完了完了，真的完了，哎、欸，没有人跟我讲我没有法术啊，不是吧，我怎么没有法术啊，不要啊。看在我可怜可怜的份上，让我打个50%来吧。我打不过，那我打九本，我们来打九本，我们来欺负九本啊！啊，九本这种阵型，我最会了。跟你讲，我最喜欢欺负九本，我最喜欢以大欺小，我最喜欢仗势欺人了。欺负比我弱的人，这种东西我最会。女王是不是要挂掉了、啊？应该不会吧？啊！
挂掉了。好了，进去喽，进去喽，进去喽，都进去喽，都进去喽。狂暴，不屑法术，毒药。嗯，还有一罐冰冻，冰冻的话应该就不用用了。再给你一罐狂暴。啊，女神应该不会走出去吧？他走出去了，狂暴乱摆放了一边。然后这边可以炸开，砰！然后再炸一次，砰！哦，感觉被弹掉了。哇，是，好打这个，就打这个，跟刚才一模一样的阵型，一模模一样样，完全一模一样的阵型，应该就是同一个人了吧？这应该就同一个人了，就这个王八蛋，就这个王八蛋，没有法术的垃圾，完全没有任何法术的，这他妈一模一样的阵型，我把他打爆，我得把他打爆，就算这个打都打不好，我还是要把他打爆，我很生气，非常非常的愤怒。交给那三只满级女武神，他应该蛮多东西都在这个了吧？仓库来的。好像抢不到什么东西，分库就是怎样。抢一半，抢一半我也开心。炸弹都给你了，不用送，都给你，弄弄弄好你啦！打一下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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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打一下！哦不，不，一下都摸不到。不错不错，三千黑，三千九百，四千黑，三十二加上三十六，啊！哇，就打你啦！干，你把防空摆成这样子，我还不打你？那我来想想要怎么打比较好打。嗯，电掉左边的 V6 防空嘛。嗯，哭哭。干，我做人要贪心一点，我就这样子打。哎，还是我从这边喷过去，因为我觉得我应该不可能三星。好。那就不管他，我就垫这边，反正我不打三星。不管啊，我就放掉这两边的防空，反正他有双网，他也没东西啊，我就不管你哦，我就随便喷啊，我管你。哎、欸，中间这么多条龙啊！乌龙口离的，没关系，乌龙口离。我中间这么多个电塔，吓死我了！
打得不错嘛，我不管，我 就是不管你的防空，我就是打光你的就好了。噗噗噗噗，再喷一下，再喷一下，把喷掉，太棒了，是不是？龙大战 S 点努，完蛋了，完蛋了，不要啊，不要啊，噗噗，哦，太好了，然后主本就爆掉了。哈哈，哈哈，嗯，哈哈哈。我呢？再喷一下，再喷一下。哦，再喷那个东西啊，多这样也可以，是不是？抢五十几万的时候，我以后直播我就这样玩，我就以后。